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咱们店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消毒。首先，对于员工每天上班前有一个晨检，就是测体温。完了之后，对员工免费发放这个一次性的一个N95的这样的一个口罩。 来，小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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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
我们的物流车、购物篮，包括地面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消毒，保证我们人员、顾客在卖场工作或购物的一个环境的安全。再者就是，保证我们这个在疫情期间，就是这个能正常的营业。 疫情以来的话，我们因为门店一直是正常营业的，所以说这个顾客的购物的频次比以前的话是有所降低，但是他购物的这个数量比以前增长了不少，尤其是像咱们的这个民生类的商品，像蔬菜、水果，包括米面粮油，在以往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数量上增加了不少。 咱们的按照这个国家价格法的话，在这种那个疫情期间，如果说是违反国家相关要求的话，会有严格的处罚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这块儿，公司有我们明确的规定，在此期间我们是不做任何的调价行为的。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嘛，然后市民就是因为就是遇到这种事情，就是感觉挺恐慌的，然后怕这个就是做不到就是这种最基础的后勤保障工作，然后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国威的一些力量嘛，然后尽到就是让市民更加就放心，就是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，然后做好他们的后勤保障工作。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来到这里面之后，就是先是打开电脑处理一下线上订单，然后看一看订单量有多少，然后大概然后之后开始就是陆续把任务下发到下面之后，让我们员工进行拣货，然后每天处理，然后各种就是那种配送，就是没有，因为现在有好多都是小区，就是不会咱们配送，咱们面对面去交流嘛。